没有啊，那天哦，真的是，我其实听了英文、马来文呢，我就更兴奋哦。然后其实我就听到嘉兴嘛，嘉兴他吃到很好啊，他去吃私立。然后后来哦，我就想到我还跟房山讲哦，房山姐，我明天要开始吃私立了，因为那时候晚上嘛，我好像6、7点我才吃了2粒嘛。然后他就讲，你就现在吃了啦，直接吃私立啊。然后我其实很开心，我第一天吃2粒，第二天我吃4粒哦，第三天的早上哦，以前哦，我每一次看我早上哦，在这2个月啊，我觉得我的眼睛哦，真的退掉很多哎，因为可能看电话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我现在早上就这2个月啊，我以前是眼睛是很清楚的，可以很清楚看东西的哦。然后哦，我最近就我每天起来，我的眼睛就这样了，眯这样子哦。然后所以有时我早上甚至不要去动电话，因为很痛，眼睛很痛，而且哦，我甚至是这一边哦，可能很痛啊，它就会肿起来。然后我一整天的时间哦，那个眼睛一直很辛苦、很痛、很干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有时就滴那个 Kindle 这样子哦。那你知道我滴，真的是滴。第三天早上啊，我无意中我这样拿起电话看，诶，没有什么啊，我其实没有很发觉。后来我就想着，诶，我今天可以这样子一拿起来电话，我可以很清楚看，而且我早上起来眼睛不会痛哦，哇，我很开心哦。然后呢，我连续是今天应该是第五天了，真的我的眼睛改善了，而且我以前是。中午啊，傍晚我眼睛都会痛。现在哦，我那一天第二天，第三天啊，应该是第三天哦，一整天哦，到12点多，我的眼睛才开始有一点干，好像有点痛了。我讲哇，我们的产品超级棒哦，所以那天我也很兴奋、很开心哦，跟我的助理分享哦。我讲哇，我们那个出那个 Garmin Visio 对眼睛非常好哦。他讲，我最近一直眼睛红红了啊，所以他讲几时来那个产品，因为我要寄给他，他在下铺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真的一级棒啊！所以哦，我相信啊，可以帮到很多人啊，而且哈、哦，我只拿到一罐哦，然后我也迫不及待那天哦，就像大家这样哦，拿去到哪里拿到哪里咯，去到我的姐姐那边，我就给我妈妈吃2粒，给我姐姐吃2粒。然后给孩子吃，然后我自己一直在吃，在等产品啊。今天傍晚哦，刚刚听到我的产品来了，14罐，我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而且呢，更开心的是呢，我其实那天分享，我没有想到，其实真的很多人需要诶。我一个朋友在四股来啊，他就信息我，他就问了我这一个产品到底多少钱。然后那天我发了信息给他哦，他马上就订了3罐，我要给孩子吃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真的一级棒，一级棒。